可爱的小姑娘，老爸，你什么时候有女儿了？不得不说，你实在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江明月，旁门的大门会一直向您敞开，你走之前，请认真和我再比一场。也来！等你回史莱克学院，说不定就能见到我姐姐了。霍雨航。 红尘堂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们的学生我可是给你完好无损的带回来了。你的孙子孙女特别勤奋好学，我很满意。哈哈哈哈哈！严院长，你们的学生才是个个身怀绝技，我真希望他们能在日月学院多留几天。以后还有机会，我们可以等下一届精英大赛再聚吗？不，以后。 先回学院。大家跟我来。严院长，严院长，他说太子徐天元对我们史莱克学院向往已久，因身体不便未能前来送行，特地送上这份礼物，以示歉意。我刚刚看过，里面有大量的稀有金属，甚至包括银龙鳞片。
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他是想拉拢我们吗？感觉很可疑啊！如果靖红尘真的是为太子做人情，完全不用这般藏头露尾。所以我怀疑他要对我们不利，甚至可能在回城的路上动手。怪不得你刚才先让番禺把其他人带走。宇浩，安全起见，我们去引开追兵，你趁机离开吧。既然靖红尘把这枚戒指交给我， 他派来的人更有可能针对我展开攻击。如果发现我不见，番禺老师那边可能就危险了。有道理，那你这小子的安全就交给我们吧。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 难为你们还记得我，果然是你，邪狐斗罗张鹏。当年要不是穆老放过我，你一个邪魂师早就被诛灭了。穆老的恩情我一刻也不敢忘，但受人所托，不得不取走这小子的命。此事与你们无关。 离开吧！怎么这么多废话？来吧！今天要放你过去，我就不叫武神斗罗仙女了。 以后仔细看，灵儿以前可是被称为飞翔的女武神，她的变异武魂青炎龙，看似是火属性，实则是风属性，每一击都在极度压制后爆发，具有极强的破坏效果。这种情况下，所有接触到她的物体，都会被她的爆发出的扩散之力伤害。 同时，本体被分解开来。黑夜尽头，第八魂技，青烟化蝶。 就说张鹏一个人是不可能对付得了我和灵儿两个人的，既然来了就现身吧。
不用遮遮掩掩的。前辈刚正不阿，想不到竟会与邪魂师同流合污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光明凤凰。严院长，你是95级超级斗罗，居然不是那龙逍遥的一合之体。你的光明凤凰武魂从何而来？自然是继承家父，但他在很久以前就已过世。家父？奇怪，欺负我们晚辈算什么本事？恃强凌弱之徒，你没有资格与老师齐名。此事由我霍雨浩而起，就由我来与你一战。老师，你是他的家师穆恩，你比我年纪至少要大200岁吧。如果你和我同样年龄，一定不是我的对手。如果老师还活着，你又怎敢对我们史莱克学院的人动手？从刚刚他跟严院长的战斗来看，这个龙皇斗罗自视身份，实际是不愿跟小辈交手的。严院长是超级斗罗，我只是五环魂王，换我上反而会让龙逍遥更加束手束脚，我必须尽可能拖延时间，等待援军。你确实有莫文当年的自信，老夫就陪你玩一回，你想怎么打？龙前辈，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？赌？你放我加入仙院长的战斗，我能在1分钟内帮助仙院长击败那个邪魂斗罗。好，且让老夫瞧瞧，你区区一个魂王，怎么决定封号斗罗之战的胜负？你好，你有把握吗？上去。
骨碎碎的，张鹏还不现形。这枚灰色魂环所赋予的魂技，竟能瞬间燃尽张鹏的十二兽魂。五环魂力等级的差距，这一招魂技直接作用于灵魂，对张鹏的兽魂有着天然的克制。这种能力是邪魂师的克星。是他，这是什么力量？这是光明的力量，光明就是用来扫除黑暗的。好样的，玉康。前辈想怎么赌？你说过，如果年龄一样，老夫不是你的对手，那老夫就将魂力限制在五十级，接你三招，如何？只要你能让我移动半分，或者动用武魂，就算你赢。好。这孩子身上有什么样的能力，竟吸引到了他？宇浩，小心！虽然龙逍遥可以把魂力控制在与你相等的水平，但他极限斗罗的强悍肉体是实打实的。女子飞行连队向唐龙长官报道，特立队里兵到底做什么？忍下！国的舰队来了，这次往哪儿逃？唐龙，老大，我们来了！自走炮舰，拿下国！这糊涂心我站定了。别慌，这只是我的第一魂技精神干扰。给你一个机会赢我，扫一扫这个神奇的二维码，关注斗罗大陆官方微信，提前获取官方重要情报，解锁隐藏修炼秘籍。想打赢我的人都关注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赶快扫码吧。
挥手了，再见了，别不想回头啊，像心中的梦啊，去追吧，前辈，此战之后务必把宇豪送回史莱克，不惜代价。王东，明晚海神湖将举行海神园活动，你在那里就能找到他。海神园你去吗？王秋儿，难道她就是王东说过的姐姐？万年史莱克一招情定时，海神园相亲大会正式开始。